PU 海绵、高弹海绵、记忆海绵，你分得清吗？一条视频带你了解几种常用的海绵材料。PU 海绵是聚酯及聚醚型材料，优异的抗震、透气性能，让它在各行各业大放光彩。鞋垫是它，沙发是它，自行车坐垫还是它。PU 海绵中还有个网红 PU 抗菌海绵，添加了抗菌原料的 PU 抗菌海绵，既保留了 PU 海绵的优异性能，又增强了抗菌性。由它制成的抗菌鞋垫已经成为了各大运动品牌的新宠儿。海绵它的成分我们将其称为聚醚多元醇，由名字就可以知道，和其他海绵相比，它具有更好的回弹性能和支撑性能。生活中常见的办公椅、沙发、鞋垫都是由它制成的，虽然它的价格有点小贵，但是它优异的性能还是让很多顾客列为第一选择。记忆海绵无疑是海绵中的顶流，平整的记忆海绵表面按一下会出现一个印记，然后缓慢消失，这就是记忆海绵的标志性效果，慢回弹。由于这个特性，家具、鞋材、汽车等多个行业都有它的身影。由它制成的慢回弹鞋垫相较于其他材质